Thank you.
虽然是在冬季，不过在时装界各家品牌早已蠢蠢欲动，为春夏的时装安排大型的时装秀。昨晚，一个知名的香港时装设计师邀请 TVB 的新一代当家小生吴卓羲以及花旦徐子珊一同走秀。这位设计师沿用的模特儿全都是老外，让吴卓羲以及徐子珊两人显得更为突出。为了统一走秀的风格，他们都要与其他模特儿一样，在眼睛上画了一个浓浓的熊猫眼。 不过他们似乎一点都不介意，应该没有所谓吧，因为之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，每一期出秀呢，都是画了很多的奇怪的样子嘛，这样比较奇怪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画了一点点，相比那个 model， 我已经比较小一点。其他走秀的女模特都很性感，但徐子珊就好像获得特权，衣服明显比较保守。 在那个 fashion show 的之前呢，我们都去过那个扣有的 shop 了去试那个衣服，试穿了以后呢，是看看漂不漂亮。最重要的都是亮嘛，都是漂亮的，都是最重要的，是试起来，就是看到都是漂亮的，我们的选哪一套。娱乐新闻两广陈刘天一香港采访。赞助张景轩服装的时装设计师举行了服装秀。 圈仔当然要挺肩出席支持，但他只是座上客，为何没有上台走秀呢？我不够吧，可能，因为我知道 William 今天花了很多钱请了很多名模来走秀，那我还是在台下欣赏比较好。因为我的那个鞋垫还没有做好，我要一个3寸的才够搞。另外，由于他的身形属于小码。 因此会特别要求设计师想办法改善他的缺点。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胸部，就男生其实这个胸部也蛮重要的。那因为这段时间缺乏锻炼的关系，所以有点缩水啊，所以平时我都会让 William 把那个后面腰部的地方帮我做细一点，那能让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挺直一点。 轩仔曾经给设计师提出一些建议，只常被评为过时，没有时代感。不过他还是非常的高兴，因为自出道以来得到的服装赞助，为他省了不少开支。因为有了像 William 那么善心的人，所以呢，为我们这些歌手省了很多的钱。因为他真的，我是可以到他的店铺里面像。 每次到他的店铺里面，到他公司都像打劫一样，看到什么就拿。行出嚟行嗰个步伐死啦，交叉脚 kick 亲咁点算咧？即系我谂过真系 kick 亲咁点算咧？咁你会点算咧？尽量行慢啲，轻松啲行咁。系，我有几担心啲鞋会跣啊，啲高踭鞋你 kick 亲啊，啲几担心嘅，所以坐稳马步。系，即系尽量即系小心啲啦，真系。 佢哋对方行 catwalk 嘅评价系点咧？你觉得 Aaron 行成点？好啊，几好啊，我中意咯。我见到你行先噶嘛，我见到。咁你又觉得子珊行成点？我中意佢第二套衫嗰个弹出去嗰个，即系跳好活泼咁样弹出去行个 catwalk。